OK，朋友们，上课了啊！这一讲复习复利的运用啊。上一讲也是复利哈，上一讲是复利的计算吧？计算。那杜老师说上一讲复利计算都比较难了，那现在是复利的应用，这个应用肯定在计算的基础上再计算，对吧？那也就是比复利还要复利啊！那也就是这节课咱们还要用心了啊！然后杜老师每节课都这么说，每节课都认真学，没错呀，谁上课不认真学呀？是不是？每一讲杜老师都认真讲的啊，来。复利的应用啊，看它都干什么了啊？第一，干轮船采用什么办法？船是在水上漂着走的，对吧？船是由什么做的？钢铁。钢铁是吧？哈，嗯。这钢铁比较重，对吧？对。你要不做点手脚的话，扔水里面就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那你怎么才能让它漂起来呢？挖空了。挖空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让它挖成空心的，让它那个体积很大的情况下，那重力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体积很大，它可以排开水的体积变大，浮力变大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它的浮力等于它的重力，对吧？它就可以漂在水面上，对吧？对。能不能让它浮力大于它重力啊？浮力大。浮力大，它重力跳出来了，对吧？对呀。对吧？跳出来它还得落下来，对吧？所以漂在水面上肯定浮力等于重力，对吧？对。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你是掏空以后减小了这个轮船的平均密度，对吧？对。让轮船的平均密度比水的密度要小，小，它就漂在水面上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可以这么说，采用掏成空心的办法，或者说采用减小平均密度的办法，是增大什么呀？哦，它这块丢个东西行不行啊？没有，轮船是采用掏成空心，增大桅杆，对吧？对，增大桅杆。增大桅杆是不是啊？对，来增大浮力是不是啊？就这么着了啊，你意思懂了吧？哎，意思懂就行啊。来，可以利用的增大，可以利用的浮力啊。潜水艇呢？潜水艇是通过改变什么事情浮成的？潜水艇是船吧？特殊的船，哎，特殊的船是不是哈？它呀是在水面下的啊，水面下行驶的啊。咱们国家的核潜艇技术是这个啊。潜水艇在接在水下做，它就应该是密封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密封的啊，它做好以后有一个量不能变，你猜是什么？体积。对，它体积不能变。那好，体积不能变，受到向上的浮力等于一个是 ρ 什么来着肉液这个 ？ρ 液减肥排是不是啊？体积不能变，浮力会变吗？不会，不变。浮力是不会变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老师，浮力要不变，谁敢做呀？他不上不来了。重。浮力不变，谁说就上不来呢？它除了受浮力，还受到一个什么力？重力啊。哎，加上一个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当两者相等的时候，它就在水中悬浮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往后排水就可以向前走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上下不动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要是往上走得怎么办？减小重，浮减力，少重力，是重不力是减啊？小呗。哎，那老师怎么减少重力啊？把船头给砍了吗？把人扔出去。把人也扔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人扔出来谁看呀？无人驾驶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啊，它是潜水艇里面，它在各个角度上面都是有一个空舱，啊，它是下来的时候是先把水给怎么样呀？排进吸进来，是不是啊？增大它的重力，对吧？对，让重力比浮力大，它就下来了，对吧？对，哎，然后上去呢，排出再把里面排的出水给排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去，哎，所以它虽然浮力变不了，但可以改变自身的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是通过改变自身重力啊，实现浮沉的。我在这空比这空好填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空语文不好，填不好啊。第二个，氢气球、热气球、飞艇能从地面上浮到空中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它要小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不让你们说，我都会了啊。它们所排开空气的重力，等于它们本身是跟它本身的重力。上升的过程中，排开空气的重力肯定大于本身的重力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阿基米德原理就是浮力等于排开液体或气体的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对。那谁用气体的啊？那就应该大于吧？那就是浮力大于它们的重力，所以上去了，对吧？啊，到达高空的时候，不动的时候就应该让浮力跟重力相等，就停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然后回来呢，重力大于浮力就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好。
这个经典的小题啊，船从长江开向大海，海水的密度比长江的密度大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但是它浮力应该是保持不变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因为船肯定是在水面上怎么走的？飘着走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要沉底走，贴着底走的叫汽车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飘着走，那既然是飘着走，浮力一定等于船的重力，重力不变，所以浮力是不变啊，浮力是不变的啊。那浮力不变呢，这怎么安呢？浮力是不变的，浮力等于一个肉叶 JV 牌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它到海里面去以后，海水的密度比江水的密度要怎么样？大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可是你这是浮力啊，你浮力是不变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密度变大，V牌在变什么？小。V牌在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嗯。好，V牌变小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的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对。排开液体的体积跟物体什么的体积相等来着？嗯，进入水中的体积。哎，物体浸在水中体积相等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物体浸在水中的体积将变小吧？对。那物体浸在水中体积变小，船内怎么样？上浮起来一点。上来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选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我猜对了啊！说到浮力怎么着来着？不变。讲完了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哎，叫倒立体了。好，威海的一个中考题啊。涂有蜡的细木棍啊，一根绕着适量的铁丝，放到甲、乙、丙三种密度不同的液体中啊。木块进入液体的情况如图所示，都飘着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这三个木棍是同一个木棍吧？嗯。好，所谓的浮力 F 的大小，这不就刚才的船吗？是不是？对。船先从长江，对吧？嗯。到黄河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再到东海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嗯。经历三种不同的液体密度，是不是？嗯。看来想问什么啊？问浮力谁大谁小？我猜浮力是一样的，你猜呢？因为浮力等于重力。啊，因为浮力等于他们的什么呀？重力是不是啊？对。C、I、B 都错了是不是啊？嗯，那后面咱们先甭看了啊，咱们先找对的啊。哎，C、D 这两个都对是不是啊？对。这密度是木棍的密度还是液体密度啊？液体的。我猜是液体的哈。嗯，对。那是木棍的就不用做了，不变是不是啊？同一个木棍。啊，那是液体的是不是啊？嗯。啊，这怎么做呢？哎，刚才说轮船在海水里面往上怎么样？走一点是不是啊？嗯。因为海水的密度怎么样？大了。那这肯定是海水啊。嗯。甲液体密度肯定最大呀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不行，咱们再重温一下刚才的做法啊。浮力等于一个肉液什么？这杯牌。这杯牌是不是啊？嗯。甲乙丙的浮力是不变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现在谁杯牌最小来着？甲。杯牌最小，密度就得最大。大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是不是甲液体密度最大呀？对。甲大于乙，大于丙嘛，嗯，所以选哪一个 ？C 是不是啊？对。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啊，你说同一个人啊，扔长江里面淹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他沉下去了，对吧？嗯。你要把他扔死海里面呢？不死。他爽着呢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躺在海面上看会书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为什么在人在长江里面飘不起来，在海水里能把人给飘起来呢？在死海里面，密度大啊，因为死海海水的密度大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说明液体的密度越大，它往上漂浮的能力越强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所以这种题目，你是要有这种物理感觉的话，一瞪眼答案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哪需要做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哎，这是海里一是吧？哈，嗯，选 C 是不是啊？对，啊，第二题，配置适当密度的盐水啊，可选出颗粒饱满的种子。哦，这农业方面用的东西是不是啊？嗯。农业离不开物理啊。饱满的种子比不饱满的种子密度大，这个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，I 是对的吧？嗯，对。那饱满的比较厚重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对吧？所以 I 是对的哈。嗯。那就是你选饱满的种子跟不饱满的种子，那肯定得把它们两个分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个分开实际上就利用了谁啊？盐水是不是啊？对。然后你把这个种子撒到盐水里面去，啊，不饱满那个中间比较空的那个密度小，它怎么样？飘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把它给扔了就行了，对吧？嗯。饱满的种子它的密度肯定比盐水密度大呀。对。沉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D 对的吧？嗯。C 呢？错。C 是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饱满的都飘起来的话，那不饱满的肯定也飘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没有意义了啊。
盐水中不饱满种子比饱满种子所受浮力大，这个第一有点难懂啊。你猜题对不对的？不饱满的种子比饱满的种子，袁老这么想的，我猜对啊。袁老，我说你为什么猜对呢？你看看啊，你看同是种子啊，哎，它都飘起来了，它没飘起来，那肯定它浮力大它才起来的。哎，这么样，这好像有道理哈。有道理。学的不好的人都认为它有道理，嗯，讲的好的老师都认为它没道理，嗯，变相夸了一下自己哈，能把你讲明白了才叫讲的好啊，看能不能讲明白啊。你就认为起来的浮力大，沉下来的浮力小，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其实物体在什么位置，不光取决于它的浮力，还要取决于它的什么呀？重力是不是啊？嗯。对吧？对。那他们的重力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对吧？对。啊，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，你比如说有这么小的一个木头，它飘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有这么大一个铁块沉下去了。那按照你的结论是飘起来的木头浮力比沉下去铁块大吗？哦，对，错了。显然不一定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显然这个浮力大呀，要不然阿基米德白活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人家阿基米德怎么说的？浮力等于排开一体的重力，肉液借杯排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看谁杯排大呀？下边那个。铁大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想饱满的种子，它肯定体积比什么呀？不饱满的那个种子的体积要大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对吧？你这个微排肯定比它这个微排要大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还是，我觉得还这个浮力大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说老师，那它浮力大，它为什么沉下去呢？那因为它的重力更大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所以D不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那就选 A B 呗。嗯。是多选哈，检查一遍啊，别错了麻烦了。C， 放在盐水中将会跳错啊。不饱满的种子，饱满的种子所受浮力不一定，这个是不是啊？嗯。不选，选 A B 对吧？嗯。好，第三题啊。将一个由某种材料制成的空心球，啊，放入甲乙其中，小球漂浮，又把放入乙乙其中，小球沉入杯底，同一个小球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同一个小球呢，它们俩密度应该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它飘着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这个球的密度应该是比甲的密度怎么样？要小。小是不是啊？对。要不你怎么飘起来了呢？赶不过人家了，对吧？嗯。哎，它能干得过乙是不是啊？对，沉下来了是不是啊？嗯，说明球的密度怎么样？比乙大。球的密度比乙大是不是啊？嗯。该材料的密度一定小于甲乙的密度，哎，是对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嗯。对吧？该材料的密度，哦不，空心的了。哦，你实心的甲才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是空心的对吧？哈。嗯。那带一定的还是错了啊。B 那 B 也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 B 对的吧 ？B 对的，对吧？嗯，对，空心的比它大。你空心的密度都比一体大，是不是啊？嗯、那我要实心的比你更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对 ，B 对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哇塞，这题好阴啊！哎。C， 球在甲乙体中受到的浮力，小于它在乙乙体中受到的浮力。浮力，哎呦，阿基米德原理不能用吧？嗯。你看阿基米德为什么不能用啊？对，你别看阿基米德老牛了啊，他再牛他也不行啊，他的公式不是万能的，这题就不能用。你看啊，肉液这杯排是不是啊？嗯。甲液体密度大是不是啊？密度大。但球在甲里面排是不是小啊？嗯。啊，一个。一个大一个小是不是啊？啊，对。你不知道是大的多还是小的少是不是啊？对对。不能用吧？嗯。不能用怎么办呢？有的是方法。知道 B 是对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尤其是这道题是单选，所以 C 就做错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方法也不太合适哈，不太合适，郝老师这么讲，是不是哈？嗯。那来找种方法啊，你得抓住一个不变的量。嗯。它是同一个小球，是不是？嗯。它重力是不变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啊对。我可以找浮力跟重力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太好了啊，它重力不变。哎，你这个是飘着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那甲里面的浮力跟起这个名字叫 F 甲，它跟小球的重力什么关系？相等。相等是不是啊？嗯。乙里面这不是悬浮吧？嗯。它是沉入杯底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是化的原因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沉底的话，乙受到的浮力起个名叫 F 乙，它比重力应该怎么样？小。小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稍微有点视力的人都能看出甲比乙怎么样？大是不是啊？大了。在甲乙体中的浮力应该怎么样？大于是不是啊？嗯，看 D 了，那他也错了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甲乙体中受到的浮力等于
两个大于，都是大于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然后老师，你方法真费劲，你看我的方法好，我那什么方法呀？就是我选择 B 以后，我就知道 C 和 D 肯定是错的，确实是好方法。嗯。但前提你得知道它是多选，是不是啊？单选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有个前提是，你 C 不能做错，是不是？对。啊不 ，B 你不能做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 B 判断准确了啊。第四题啊，如果第三题听懂的话，第四题就不用讲了啊，因为一个成底一个飘着的，是不是啊？对对。但它是同一只青蛙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只青蛙是同一只青蛙，对吧？嗯。它在这里面成底，是不是？嗯。在这边飘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老师，同一个东西重力不变，重力是不变的，是吧？嗯。青蛙重力不能变吧？对。但是你别说啊，老师，青蛙在里面喝水了。那没法做了，那就跟你说是不是啊？没法做了啊！那、嗯、他们不想让他喝水啊、嗯，没法做的那个啊，那就用上题的方法就做出来了啊。阿基米德运力体真难不好使，就在这里面，甲是成底的，是不是啊？对对。甲的浮力小于它重力，对吧？嗯。这个怎么样？乙怎么样？等。飘着的，是不是啊？浮力等于它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这个小于重力，这个等于重力，所以乙大于甲吧？嗯，对。选哪一个 ？C 是不是？嗯，对。C。这两个一体是同一个立体吗？甲一体跟乙一体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一体密度还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嗯。那如果这一体即使一体密度一样的话，不能做吗？也能做啊。即使一体密度一样的时候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因为青蛙虽然改变不了自身的重力，但青蛙是可以改变自身的什么的？体积。体积的。你看它一生气，肚子怎么样？大。鼓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啊，一高兴肚子。一高兴肚子也可能大，是不是？你高兴它叫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完了肚子可以变大，是吧？但如果你要给我较真的话，说青蛙喝点水，吐点水。哎，对啊，你看青蛙要喝水的话，你只能让重力变大，是不是？嗯。你怎么让重力变小啊？吐。吐出来，这可也难为青蛙了，是不是？不太好，不太好啊！咱别研究青蛙了啊，咱研究下一题吧。来，研究完第四题，咱们休息一下啊。一说休息，咱们同学来精神了，好吧？甲乙两一水杯放在实验桌上，啊，分别装满了啊，这个满的很重要，是吧？哈，嗯，对，这个字很好看啊，装满水和酒精，酒精密度0.8，水的密度啊不是，密度零小学 m 平方，甲乙有个人有个水，一水多少个？这应该很简单吧？我再重读一遍啊，我把题目没读完就开始做题了。甲乙水杯，小球 m 静止在甲乙水杯中19克的水。这个小球在水中，它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？飘着的。嗯。飘着的是吗？对，因为它密度比水小了，老师。哦，它密度比水小是吧？对。水，哎，水没说呀。水老师不是你一样背过吗？哦，都背过是吧？哈、嗯。水的密度是一是吧？哈、嗯。它的密度0.9是吧？哈。嗯。它在水里面应该是飘着的。飘着。哎，不对，老师图画错了，你发现没有？嗯。考考你，老师图画错了。错了。因为水是装满的。哦，要不水挤不出来是不是？哦，考在多少的黑板是高科技啊，不用板擦。对，老师这次图画的比较环保一点，少画一条线，这两个就够用了是吧哈？嗯。这是谁？甲是不是？甲。嗯。甲里面是水，乙里面是酒精是吧哈？对。酒精不能喝，掺点水是酒也不能喝啊，它飘着是不是？对对。溢出来多少？溢出来了9克的水是不是？对。9克的水，哎，溢出的水跟小球自身的质量什么关系啊？跟小球的质量，嗯，有点落得有点远哈、哦，嗯，跟岛一样啊。根据浮力啊，不是哦，对，根据浮力，漂浮浮力是不是应该等于重力啊？等于重力，对。重力是物体的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漂浮浮力等于物体重力，对吧？嗯，对。然后再根据阿基米德原理。浮力等于什么来着？肉叶排为排。别忘了，肉叶直接排前面还有一句话，浮力等于啊，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。排开体重力是不是啊？嗯。哦。哦，浮力等于重力，重力等于排开体重力是不是啊？嗯。那就说物体的重力跟排开体重力是相等的喽。对。啊对。那物体的质量呢？跟排开体的质量呢？哦，相当，是不是相当啊？嗯。哦，那你排出来是9克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说明小球呢？九啊，也是九克。九克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他想干嘛呀？
现在放酒精里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对。这个酒精是密度比它小吧？嗯。它沉底了吧？对。那它开挤酒精也挤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老师你要这么画的话，挤出来酒精会跑这里面来。你别没事找事啊！做题做题来，把这两杯子分开了就不行了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好。那酒精挤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你说挤出来这个酒精啊，跟刚才的挤出来的水体积相等吗？嗯，体积不一样。不一样是不是啊？嗯。你挤出来的酒精跟球的体积相等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但是挤出来的水小于体球的体积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我咋做呀？这个，你这个酒精跟这边的水是没啥关系啊，这酒可没法用啊。我觉得有法用，你看着啊。你挤出来的酒精跟他们俩没啥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但是跟这地方有关系吧？对，体积相等。体积相等是不是啊？嗯。是等于谁的整个球的体积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不等于这个球的体积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等于整个球的体积。那我能不能用这边给的条件求出来球的体积呢？球的质量有，密度有，能求吗？能是吧？嗯。球的质量有多少？九克是不是啊？刚推出来。九克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球的质量是九克，球的密度呢？0.9×10^30千克/立方米。我喜欢用这个，杜老师老学生应该发现，杜老师喜欢这个单位，克每立方厘米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对吧？嗯，对。这个单位太难算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9×0.9是几啊？10立方厘米。十立方厘米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那这是整个球的体积是不是？对。球的体积跟挤出来酒精的体积应该是相等的吧？对。好，那挤出来酒精的体积是不是也是十立方厘米啊？嗯。那酒精的质量是不是就应该等于一个 ρV 啊？嗯。对吧？对。挤出来酒精的质量是等于 ρV 是不是啊？嗯。那应该用酒精的密度乘以酒精的体积是不是啊？嗯。酒精密度多少？0.8×10^8克/立方米是不是啊？嗯。酒精的体积多少？10立方厘米是不是啊？嗯。10×0.8，拿计算器算一下，几？八。八是吗？八克。计算器好快哈，八克。讲五题了哈，嗯，休息。